好，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花过门的问题啊，我再重新从头唱一遍，然后我们接啊，大步哎，螳螂放第一个螳，二第一个啷个隆咚哒个隆的隆的隆，当当当当当，一打一个当当，打里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啷个啷个里个啷，啷当啷当里当啷，啷儿个里个里个哒哒一哒一哒哒，二隆咚隆哒噔噔儿，滴答滴答儿啊，啊，这个一下发你中眼的，不管是老生的还是青衣的三眼慢板啊，中眼都有这么一下，发咪来哆来啦哆啊，这就是第一个起手过门的打法是这样。昔日良红配孟光，然后到拉的这个过门就是个正常的过门啊，孟光，二啷个啷个哩个哩个哒哒哒哩，哩当当啊，一个啷个咚咚个隆哒啷当哩个啷当啊，哒滴儿一个隆当哩，哒滴当哒隆咚哩，哒个隆当隆。一个啷个哒哒哒儿啷隆当当，哒儿里个哒哒里个啷，滴答啷哒啊，这个地方要电锁红了啊，哒哒哒哒哒啷当滴答个里个啦，当个隆里个隆个哒，咚咚噔哒儿里个啦个隆当哒，噔个咚个啦咚啊，然后今朝仙女会香王。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点啊，这张派有一个大过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张派的花过门。然后张派这个花过门呢是这么个意思啊，落兜的啊，起介里头也有，它有一个地方要关键啊，噔噔噔噔啷哆哆，啦瑞噔隆噔噔噔里个啷个噔个隆噔。你咋隆咋啦？咋地？啷个啷哒哒，啷个啷个啷哒哒哒哒一个哒啊！拉西当当啷哒隆哒啷哒啷哒哒哒哒啷个啷，这个地方啊，拉个哒哒哒一个哒哒，这个地方要给它亮出来啊！当当啷哒一个当，哒哒里哒啷哒当哒里哒当啦当啦哒哒啦哒哒哒啷个里个。二龙噔噔噔，这个噔儿噔儿拉嗦噔啦噔噔噔滴噔，也可以这么拉啊。它反正花花门结构是差不多的，但是那个音符个别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注意着啊。噔儿龙根儿噔噔啦，噔儿噔哒噔哒一个哒哒啦哒一哒哒。这个地方有个特殊的打法，哆来哆第一个啷个啷个，噔啷个当当啷当一个里个啷个啷个里个隆，这大家都知道是这么唱啊。起介也有什么做工啊啥，大同小异啊，都是这过门。但是这过门有个问题，就是哆啷个啷第一个啷当一个，它的重音是在后半拍，哆来哆咪来哆咪来哆咪嗦啦哆啷哆咪嗦来。啊，按我们正常的这个路数来讲的话呢，它是哆哒哒哒啦。哆来哆咪来哆咪来哆咪嗦啦哆啦嗦咪嗦来，它是这个来哆咪来是第一拍啊，在板上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打这个。但是按照它重音来讲，我们要特殊打法啊。这个很多打，我看过很多鼓是打的，噔哒哒哒哒哒一哒一个哒哒，这就没意思了啊。这样打的话，就把它这个重点没打出来啊。这个按照他们这种的很规范的这种的，就是设计好的打法，这就是这样子打的。噔一个哒哒哒一个哒哒哒一个哒哒，前面套个反的，后面套个正的，刚好那个反点跟它的重音很吻合。哆来哆咪来哆咪来哆底个啦哆啷个里个哆啊，它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打出来。噔啷个哒哒哒一个哒啷哒一个哒哒。啷个啷个当个啷个当个啷个里个里个当个啷个当啊当啷当当里个哒的啷当里个噔噔噔噔里个啷当噔啷当里个啷，这个过门要搞好，因为这个蛋角用的比较多，像这个写龙城祥，然后什么四猜那个做工啊，四郎探做工，
然后呢，又有什么起介呀，或者什么张派的有些戏啊，或者李维康那个风格的很多戏，啊，还有其他的旦角戏的部门啊，包括梅派的也跟这个结构一样的花过门也有啊，啊，包括像那个什么上派的都有这种的，所以这个过门得研究好打好啊，跟胡琴拿严实啊，不能说是这个就不会打了，或者是打不上，这个就不合适啊，这个一定要搞好，把胡琴那个劲头主要给打出来，然后把点子安排合适啊，我们这个。炉为什么鼓套子它是个套路，它是有一定的格式的，有一定的模式的啊，所以呢不能那个什么把它给搞混淆了啊，不能说是打的东一下西一下，这都不合适，它是还有一定的这个套路性在里头的，我们要顺着它这个套路来啊，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这一段整个都没有什么了，就主要是前两句这个两个过门要立住，后面那个没有什么。这一段整个就完，然后就回座位儿啊，就归座。唱完以后，总有大事料无妨。梅派的是四句啊，注意，如果是梅派唱是四句啊，没有后面那两句。但是其他流派唱还有两句是六句啊，这个要搞清楚。然后安排巧计哄刘王，这个就梅派就结束了。要张派或者其他的，就是一直要唱到那个月老本是敲国杖啊，总有大事。啊呜呜呜呜呜发，晚一点开，这个地方晚一点开，发得逛啊，注意这个尺寸。然后是我孙尚香，这个地方他要报名啊，报名完了以后呢，这个地方也是有两个打法啊。我孙尚香抬打抬打个柱头也可以，但是打定板的嘛，他穿这个就不合适了，所以这个要注意好啊，把这个搞清楚，就是他什么时候打定板，什么就是报名念诗的时候，什么时候打定板，什么时候打那个小锣的那个抬打抬，或者有的时候报名一锣抬大或者嘟唱抬，把这个搞清楚啊，每个戏的用法是不一样的，不能说这个嘟唱抬这就不合适了啊。这叫报名啊！报名完了以后，如何？这一场呢有两个演法，要是一般观众来讲呢，就是他整个一念完唱两句摇板，刘备他们就上了啊。要是按照那个还有更老一点的演法呢，那是孙尚香这场吊场，然后唱完以后摇板唱完以后他还下去，下去以后再下一场，然后再是正儿八经的是东皇。啊，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把两场合并成一场了，所以这个就是往下啊。然后刀枪森严，毫不壮观人也，从也字下，最后一个字下底鼓，壮观人也。逛狼抬抬，逛狼抬抬，逛狼抬抬，拱狼抬抬逛。这种单脚的摇板的闪锤，这个锣鼓叫闪锤，逛狼抬抬逛啊。这个单脚的这个闪锤呢，我们不宜打得太快啊，我们反而要慢一倍的速度打。哐啷抬抬，哐啷抬抬，哐啷抬抬，哐啷，咣当啦当啦啷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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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啷当啷个啷个啷啊，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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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鼓套子可以往里垫的啊，你要再简单当啦当个啷个里个啷个啷个当当啷当里，这个也可以，但是前面那个更像摇摆一点啊。啷啷个啷个啷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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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啷啷啷个里个啷个啷当啷，耳旁有听是吧？真鼓响啷个里个啷个里个啷个啷当啷，这个摇板的中间上句完了以后，当啷个当啷当啷啊，然后下句当啷啷个啷个啷个里个哒哒里个哒，这个是下句打，上句最好不要打，就上句下句上句下句用两种鼓套给它区分开，叫区分上下句。当啷个啷个啷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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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响是黄水东方啊！杠起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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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起领藏啊！哈哈哈哈哈！一般是这样。如果要是换演员的话啊，就是比较着重的话，我们单切一下，东方唐四弟带呀路再开。啊，它有单叫板的啊，逛起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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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起领堂。
长，其实我逛街了去，逛街了去，逛街了去，逛逛去领藏，哈哈哈哈，大地盖隆咚，空才逛才得逛啊，这个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恨买光，就这一段，这个没有什么，我们就正常的尺寸，这个就注意速度啊，前面的摇摆是什么速度，到这个就略紧凑那么一丁点儿，这是自然规律，就是越唱越快，越唱越快嘛。啊，它是自然规律，它并不是你人为的去干什么的，所以我们不能狠劲儿留个一上来，杠起来就杠起来就杠起来就杠，这个就不合适了啊。四地大耶路，这跟前面那个速度其实差不多，大大大，杠起来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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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噔噔噔，空菜杠菜来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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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月到中秋分外光，来到宫门用武王啊，发米斗逛郎才来，这个凤点头也行啊，怎么都行啊，刀枪剑戟两旁，手拉死敌宫门娃，宫内娃叫板，摇板的叫板，我拉死你，那个里个里个那个冷宫内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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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它就好收，要你是散的时候还是套在里面的时候要注意啊，尤其像这个那个击鼓骂曹这种戏啊，这个就要数数了啊，就要把这个搞清楚啊。那里个啦滴啷个里个啦啷个啷个啷个里个里个里个当当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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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风采逛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接着往下啊。你保孤王日东方之后，孔才矿才来矿啊，这个孔才矿和闪锤呢交替用也行，你多用凤点头少用闪锤也行，它有大身段有大叫板或者换人打闪锤，如果它接着续着唱这种的就打凤点头啊，基本上就一般来讲呢是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啊，也不绝对啊，这种东西呢因为都可以用，所以它不绝对啊。我们接着往下来啊，微臣包家赵云唱第二句啊，无法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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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逛狼才来，逛狼才来，恐狼才来逛，还是这个速度啊！这几段摇板尽量保持一致，这就叫一块板。我们老说一块板，一块板，一块板。什么叫一块板呢？就是这个摇板速度基本上差不多啊。人言四地有胆量，那今日看来也平常。打完我宫门望啊啊啊啊啊啊！这个有两种啊，有的人是唱散板，就撞金钟。有的人要是最后一句唱散板的话，就是撞金钟哈。逛起起起得起，逛起得才逛的领才得降啊。有的人如果还要唱摇板的话，那就继续啊。逛浪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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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龙潭虎穴奏一场。收住，逛才唱。要收住啊，把这个柱头就等于这么一大姑就唱完了，所以我们这个柱头要有结束感啊，要把它收住啊咳咳。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啊，迎接新贵人，我来问你为何白舍刀枪啊，一直到哪儿呢，到那个厮杀半身上句故事，吩咐扯起刀枪，有请皇叔，然后有请皇叔来逛去去去，这个原场大锣打上，这个原场就要稳一点了啊。这个刘备跟公主见面，而且力度要稍微给一点，因为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啊。他俩主要人物碰面了啊，
有请皇叔，等逛去啊，皇叔去逛了，等他俩拜完就转逛，来逛去，就这个速度，逛去，唱。基本上这个原厂不要太快，就保持这个速度就可以。这是个比较重点的地方，啊，这是个很重点的一个场次，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说清楚。然后再往下，这中间念词儿什么都没有。然后再往下啊，朕那是刘备念，朕是待逛才将，漂流半世都是王啊，如何，转清香，待。他这个地方可以这么打，嘟啦哒哒哒，逛菜，然后宫女整个逛菜，他扯鞋准备下场的时候呢，他俩也过来，你逛菜，杠起得，逛菜啊，打一个这个小回头一样的圆场，把它切开啊，逛菜，杠起得。逛菜菜菜菜菜菜逛菜更菜更菜菜更菜啊！这一场就完了。这一场完了以后呢，一般情况下，下面就是正常就该那个我们叫那个闯宫啊，闯心府啊，就该这一场了。然后呢，老的呢这一场下来就接的是张飞听琴啊。张飞听琴现在不怎么演了啊。张飞听琴呢，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还是大锣打上。大锣打上以后，张飞的先是张飞调场啊，就打引子啊，正常的归位打上归位打引子这一套，然后完了以后念白啊，念白完了以后，雨夜带马去找诸葛亮，雨夜带一马，然后唱摇板流水，然后再下，然后这个下场要注意啊，这个下场呢就是他因为他是唱下啊，我们有唱上，他这个是接着唱腔摇板下，所以我们要打锄头啊。张飞的啊，空菜逛菜来逛，当啷当啷个哩个啷个哩个啷个啷当啷，严寒的夜有俺见慢安康，大一个逛来来去来，来逛个来来去来逛来来去来一来，他这么下去，然后拉二幕，然后下面还接诸葛亮上场接唱腔。啷当起当一当，跨个啷当起当慢，渐慢啷当起当，逛起个得嘚儿啦嘚儿一个隆，嘚儿隆，这是唱上，所以他那个过门要套在垛头里头来啊，我们就注意速度，我们要长锤打的要跟他拉的要基本上差不多啊，不能你很慢，你要这个长锤慢了，他胡琴就不好入了啊，逛起得起。蹦几个得咚啦，嘚儿一个咚，噔噔打打死板，苍龙才一得擦，不得唱，他这样就跟他拉的是一样的，你说苍龙才一个来降个大不得，这就出去了，这样就不好了啊，苍龙才一得哐，噔儿噔嘚儿哩，大龙个哩个噔龙个哩个噔个哩个哒哒哒哒哒哒哩个哒个隆个哩个哒个哩个隆，啊，这就是诸葛亮唱上。继续原版唱上，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诸葛那个张飞再上，还是摇板上。他这场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板式呢，就是小唱腔衔接的。转得金转龙的金香，关门点儿啊，这个叫关门点儿。凡是最后一句的原版呀、啊、什么的，都要打这个。转得哩哒个当。蹦起来去，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胖啊！张飞在唱摇板上，然后呢，接虚晃，哒哒哒一哒哒，藏躲。这个大家都知道，听琴可能看过的人比较少啊。这场戏现在很多不演了啊，他这后面有情歌那个效果啊。张飞的唱腔，接续黄，藏躲，藏躲，他这个哆啦打到这个带有这种拍子的这个性质啊，藏躲，有的人是藏躲也可以
但是要严谨点来说，我认为是打到后面带点这种附点性质的比较到位啊。唱得，当当啷当当当啷当里个里个啦，咚噔儿咚打个啷个里个啦，咚隆哒隆哒隆哒隆啦啊！它这个情歌跟空城计的是一样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一回事儿啊。哒滴哒哒滴哒哒藏啊，逛狼台来逛狼台来逛，啊，这就是接着往下唱，然后完了进门。然后呢，还是唱腔，听琴这一场基本上没有什么。然后后面的快板呢，你看他情况，有的人叫嘎嘣嘣棒子棒子，三雄兵里刀兵让，他有的人唱这个，他有的人可能不唱这个的，那就不要给他打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灵活啊，我们要看这个，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演唱的这个人的这个唱腔来定啊。这一场基本上没有什么，然后就刚才这个哐叽哐哐，这个快板唱完，诸葛亮这个三将军三将军，他有的人这样炸炸藏，里个啷个啷个里个啷当啷当啷，这个扎扎藏开呢，他有的人念到里头，有的人不念到里头啊。三将军，他有的是在这儿，就跟那个玉堂春的那个大。人呐，网工资，它是一个意思的啊。这个就是个，我就简单说一下啊。然后呢，再接着往下，然后这一场后面再有几个散板也就完了啊，这个就没有什么了。然后还是下锄头打下唱的那种，边唱边下的啊。灰金香，白龙大一个来逛，来来几来一来逛，来来几来一来逛。这场再下来呢，按照我们现在的演法啊，我们现在龙凤呈祥的演法，这一场完了啊，包括要么洞房完，要么听琴完，这场完了以后呢，就是赵云的起霸。但是还有一种老的演法啊，就是最老的演法，赵云起霸不在这儿，在刚开始龙凤呈祥这个戏刚第一场就是赵云先起霸，然后有请刘备出来先，刘备坐场说话啊，说半天了，然后再第二场是刘备上船。啊，他有这么个情节，起霸放在前面了，这场就不起霸了。这场呢，不能一出戏主一个人只能起霸，不能请两回啊。他这个戏这个结构，他是这么来定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要是头场起霸了，这场就不起霸，这场就是唱散板，然后念两句，然后就下就行了，过场啊。如果前面直接从刘备上船开始，那这场就可以起霸啊。我可以说一下啊，他这个起的呢是单人霸啊。然后刚那个洞房，我们说锣的问题啊，这场呢就要还要换锣啊，这场可以换高虎啊，就是不要用那个大苏有点太高了啊，这个用高虎这种戏用高虎就足够了。然后张飞那个呢可以再换一个锣，或者是就或张飞那个可以不换，也可以换，要换一个更好。所以的话呢就是这场要注意要有个换锣的问题啊。然后这个起霸是这样的啊。从缓锣开始，唱个啷当起堂矣，逛起来起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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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从这开始要催，然后他换完锣了以后就要催速度了，逛起来逛起来逛起来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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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啊，他要这个，我们在缓锣中间往上催速度、催调门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催三番啊，你不能猛的跟他催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这就不合适了。啊，我们基本上就催三下就可以了啊，更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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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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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三番正颤撑啊，这个缓罗就要打上去，嘿，胆起霸啊，仗仗登主将，胆撑，这第一个亮相啊，起霸注意一下，就是起霸那个注意点，就是这个司机头一般砸靠，他上来的时候不要打得太紧，打得太紧了他反而不好走啊，就是他不像短打那个啪就能亮住，他这个不亮不住，他蹬他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相对来讲打得要平稳一点，蹬抬撑，然后第一番长尖抬蹬切切切切切切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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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这就是一个
个基本点了。杠仔把唱吧啦吧一哒哆啦吧哒，这是很基本的点了。杠棒仔把杠棒仔吧一哒一哆，杠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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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他要杠仔那个腿要再提腿了，杠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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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你给他长一点，杠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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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步两步第三步如果来个这个往下就要加速了啊，它基本上到这个堂桌过中场位置我们要加速，正才正才正才正正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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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就第一盘完了，第二盘带逛切切切啊，或者搭台把放切也可以啊，切切切切切啊，也可以连着打，切切逛更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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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过堂桌就加速啊，更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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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大藏，这个打住，它有四级头了，后面大大大藏，它一般不都有这个动作吗，然后就要这个打上啊，大大大藏四级头八台正正正主正台堂啊，这是第一个四级头起霸的第一个四级头啊，就是动作里头第一个，不是刚亮相那个啊。这个呢就看他动作，他一般情况都是搭台，他有的搁这儿，有的是搭台唱，然后唱，他有这样子的都可以啊，到时候路数差不多，这个要提前说清楚。尤其呢有些演员有些特殊的演法。啊，这个一定要提前去勾兑好。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是不能说是大家都黑着来啊，这个是不太好的。或者是提前要把这，尤其是陌生的地方，我们要去对合适啊，给他对严实一点。杠才堂，然后他一般这个四级头完了就是背对着观众了啊。杠才堂，他背对观众的时候，起霸里头有两种说法，有一种呢就是。不能打冲头啊，还得是继续打长尖，所有从长尖打到底啊，是这么说。但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背对观众打冲头了啊，正面的观众都要搭台把框切切切啊，这是两个打法，所以我们就要给他搞，所以我们搞清楚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啊。你们这个看着卡不卡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可能有点卡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啊，第一个四级头说完了啊，然后往下。正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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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往回拉，正才正才往台口走啊，正才正才正才正正才正才正才，这个要放薄了，正才正才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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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正才啊，才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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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大大藏啊，或者藏，这也都可以套，这个无所谓，才才才才才才藏啊，啪大大藏，啪大大藏，它又有一个四级头，这是第二个大藏。搭台唱唱台正台正啊，这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么打啊。然后呢这时候就转到正面亮相了，转到正面亮相以后呢我们就注意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就是再往下转到正面，我们又要打长尖了，就注意这个起霸，不管是男霸女霸还是有特殊打法，就是整个的单人吧，一般我们指的是男生角啊，他起霸这个就是正面要打长尖，得撞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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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切，最后这个长尖略微紧凑一点，杠才杠才没动作了已经，杠才杠杠才杠才杠才正才撞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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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真的，他就一整两整啊，更太，
切切切切切长。这个地方老的打法没有这个港拆切切切切切港拆切切，这是现在的打法啊。它现在的打法基本上也是那个民国后期，然后逐步就这么打了啊。按老的打法不是这么打，老的杠切杠切杠切长，嘟啦哒哒哒唱，嘟啦哒哒哒唱，嘟啦哒哒唱，嘟啦长，它一边一下啊。按现在的打法就是杠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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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切切切切杠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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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然后后面是唱唱噔噔唱才藏，这个有打蹦噔蹦唱唱领藏的也可以啊。这样正常的大桌还是要打四级头，单杠杠才杠才打简单点啊。拉打手拉不更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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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才才更期待啊，这个要注意啊。逛窄逛窄逛才才，他搂那靠牌子，逛才才逛期待逛，他在这儿啊，逛才才更期待，他准备好了啊，逛窄窄窄，他在这个地方逛窄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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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搂这边这个，把窄窄窄等他搂好转过来啊。把得这个圆场一定要打到什么呀，就是下到他那个一转身，他只要一动啊，你就可以下落，然后拿大落去等他亮相，对吧，逛去把得踩，然后他低头搂这个搂起来，唱踩踩刚好到这儿，唱踩踩踩踩踩逛踩更更踩踩踩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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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中间逛踩，他把那个一卷就收，逛踩长大肚逛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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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来来杠杠，念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刚才这个就是整个的单人霸啊，就是正常最关中的起霸就是这么多啊，也有不关中的起霸，那我回头我们有机会再单说啊。这个就是最关中的起霸，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就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什么职工活日会金香带将来带将啊，藏有的人报名有人不报名，这个要搞清楚啊，他不报名会金香矿财矿就完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就是他那个就整个的我们锣鼓呀安排要按照演员的这个词儿去安排，他有什么样的词儿，有什么样的情节，有什么剧情，他有什么城市的调度啊，我们打什么东西啊，你不能说这个起霸完了接归位我就等着他，那就不行了啊。他不念他那我们就不要打这个，待把逛才收住啊。国将招亲，如果如今已将年终，不免进宫请假便了，这个一般要唱两句啊，啊这边要唱个摇板变了，我的尾巴里逛狼才来逛狼才来捅狼才来逛啊，然后完了要学关公国五关，最后一句完了以后呢，五关哒哒哒啊，这个就是不齐头的，以后要齐头，国五关哒，从关字儿就跟他套着他尾音走，也可以这样打，五关哒一个两个上。就等于单开一个也可以，抽头也是这么下，换个狼挡起挡一挡，换个狼挡起挡一挡，渐慢狼起挡一挡，抗起逮起啊，这就接慢长锤了啊，抗起个逮起逮等拉根一根走，这个唱上就跟我们前面刚说诸葛亮的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这一段就是那个深宫无处不飞花，就这段啊，召唤木落无牵挂就到这一句了啊，嗯那学完猴娃，然后赵云上放进学完猴娃单开，这个时候单开就显得这个气氛比较火爆啊，比较紧凑了啊，嗯听声我的个里边里边的打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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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
敬太常参见之功啊啊啊！我昨天也说过啊，这种啊常啊，就这种地方，它这个或者是呜呼呀常，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反正类似于这种场合怎么用呢？哈哈哈哈哈哈！常啊，这个词边呢，一定就是他念多长我们打多长，他念的短就打短点啊啊啊常就可以了啊。你还不曾去吗？啊，主公那那什么呢？就回转荆州去啊，投来卿家同信啊，就中间的孤王在此，就说是孤王在此是好好好啊，孤是回不去了，哈哈哈哈哈。正这个加个大，和前面的那个都乳糖就有区别。然后再往下啊，军中大事说了离，哎，主公啊，我们把。快九四之前，赵云叫板之前，你可以直接开，也可以稍微垫一下啊。咱们都会唱过，叫他们常常遇到你消愁解闷，哎，主公啊，你就稍微垫一点，就意思下面用这种软丝边一垫，底下就知道要开散板，它有这种套路在里面啊。更龙台，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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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在此地睡我扎，哎，藏。啊，我方不让你唱，你倒唱起来聊是吧？就这个啊，来正来来正来来看啊，就这下一句就是快用词凤点头这种的啊，叫吃功去吧。这个后面啊，它这个词有点不太一样，只差吃功去吧，得空旷得正正礼堂。赵云这有一个教头，然后注意，你要拿丝边套的话，要单开一个丝边啊，要停一下，嘟，哎，啊，不能这嘟，哎，恐慌，这个也可以，但是最好要切开啊。活到临头时又差，哎，恐慌，哎，正正来扛。主公迷恋不肯回去，日火是好，再来一个，也要断开啊。空旷宅宅有了，更更宅扛啊，或者空旷宅更宅更宅扛也可以啊。临行之时，先生此案尽当带我看难来，带逛宅逛宅更。主公到东吴迷恋不还乡，宅宅宅。进宫报一信，曹操多惊吓，曹文涛得多惊吓。现在有人是这么念的啊，这个要注意。他有的人是念两遍的，有的人念一遍的。如果他要念一遍的，就是进宫报一信，曹文涛得多惊吓。如果他要念两遍，进宫报一信，曹操多惊吓，曹文涛，他还在叫一遍，你就打到这儿，曹文涛得多惊吓啊，这个要打住。多惊吓！咦，藏先生呐、啊，先生，你真乃妙人也！过来，共差长，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啊！藏这个短一点啊！藏他念的短，我们叫打短啊！活时惊慌，曹操同志嘛，对，当年赤壁之手，不好了啊！这个底鼓我们叫套到他念的这里头了啊！不好了。邓才啊，快九思，听说曹操发人马，唐不由孤王心日马，唐此地之言已飞下此地呀，在邓才来邓才来更想一两将，我见在空旷才邓邓来扛，这种教头就顺啊，叫我们顺着打，也不要快，也不要慢。基本上就是这个速度就可以啊。一拳之剑就是逃走，就该现在就该逃走了啊。好，北马伺候令旨，你看令旨，像这种快扭丝啊，这个锣鼓叫快扭丝，快扭丝前面都要套一个这个小丝边啊，令旨，更且的解放啊。啊，这个不是啊，这是后面这个刘备的这个啊，领旨后面是这样啊，北马伺候领旨，过来，更才康，哈
不敢笑，他不是一笑要不敢吗？然后四分等他，等，等再看，君之被要逃走了。当郎才，这个速度要稳下来了啊！准备青衣上场了，逃走了。邓郎才，邓啊，这个速度的。本当在此多潇洒，藏是学荆州无有家，君之难是知心呐、啊。离这个地方有哭头啊，要注意这句离别呀。得将郎才得将花君之啊。来将来来将个领才来将万语猛红太更才更才更才才不才才这还有一个原唱啊来更才更也可以啊但有的是哭腔了要是哭腔嘟啦哒哒哒逛才逛才也可以啊来更才更才更才不才才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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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且更且更且扛啊！荒树微火落，同志们，微火良言落泪，他们就做好了，我们收住。然后这就没有什么了，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还就是一些教头，还有这些，然后后面就是唱腔，主要乱的就是刚才赵云这一块，一直到蛋饺上场这一块还是比较乱的啊。就刚才我大概捋了一下，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然后就注意这个，再往下的话就是该唱了啊。刘备的这个唱，孙尚香的这个唱啊，孙尚香的这个唱，皇叔啊，八抬轿，来抬轿，来抬轿，男已完婚，女已嫁，这一段啊，然后这整个唱完。好侠龙盾八大狂狼才带狂狼之带他狂狼才狂狼来带藏啊这块登山涉水登走天涯啊就这个地方要注意他这种腔里头蛋饺这个大腔啊，它中间要加键，怎么要打住啊？嗯，哒吧啦吧哒，我走哒哒而已。龙巴拉，矿狼才带矿狼起当啊！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啊，就是套了纽丝走了啊，走天涯。带矿狼才带矿狼起带矿狼起带矿狼才矿狼才带王。这谭派唱那个哪怕狂风大就那个词儿啊这一场就基本上没有了等候他才去去去去共去共去共去去来去共来共去去共去共来然后就缓锣缓锣完了以后呢就是吴国泰就我们就到了别宫了啊这一场叫别宫导板大锣导板就是从这儿开始我们要休息一阵儿就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休息一阵儿呢就是这一场完了以后呢老旦这一段呢我们还是要平稳啊所以从缓锣叫平稳刚才刚才刚才不正才正得正来来正正才大啊就这个速度就可以了长叹光阴难回转得更起个得起老旦这个长吹的速度跟前面那个得用拉根一根灯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速度呢就要稍微的注意一下更起个得起不更起个来起得更才得正不得唱大里大一个冷个里个冷冷冷的一个冷个冷个里个冷个当冷的一个冷当冷个里个冷的拉的一个冷一根灯啊，眼睛就是老旦的这个速度就要稍微到慢一些啊，然后这一段就没有什么了啊。养老宫中罗安然，然后这个时候呢，
唱完这句以后，洛安然，这个就撞金钟之前，我们叫打这个板，安然，得旷气，他这个挠脖子这个速度呀，要跟我们的板要一致，气，得起旷气，得才。撞个令牌得烫啊，塞边有雷美难粘，就这一段啊。然后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了，这一场就没有什么了啊。然后呢，这块儿啊，然后又到后面念白完，江边几点理应前去，何必百别，你就去吧。孩儿遵了命，你看这个遵命要套这个软丝边，孩儿遵命，咱来藏啊，或者是儿啊藏，它有个变化，藏也可以啊，这么打也可以啊，就不要太啪藏，不要那么极端，它这个就是还是很正常的，遵了命，咱来藏。为何良言落泪是何缘故啊？这过快些将来，得空旷母后啊！那、啊、这块儿才，啊，这个就是教头啊！是在赵云进攻了，上来表面回转荆州去了哦，啊，真的是。在空旷，在上下，正正领航，叫儿放才放，在正更才，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我们说叫教头连用啊，就是三教头啊，就是一个单教头，然后再加个助头，然后后面再接别的点子啊，这是因为它是开唱用的，然后这种教头连用，我再打一遍啊。真的是在空旷，在更才，啊，这个就是后面开散板的，它就是这么的啊，就该那一段，我哭成上香，我的儿啊，就该这一块，后面还有一个哭头，然后这块没有什么了。辞别母后是公园，是转来藏啊，或者是切至公园藏转来将来将也可以啊。母后患儿有祸也，方才正儿啊，你说现在如果踩上关口啊，就该这块了。然后该那个给他保荐，这个地方就一般唱两句啊，唱两句完了，后面下之前还有一个教头连用啊，就刚才我们说的三教头啊，然后完了以后再下场，下场以后呢，吴国泰那个一见我儿出宫苑，好似凋零李了悬，就这两段，然后一唱完呢，还是大锣打下，然后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这几场呢就是比较平稳。啊，这一场整个是平稳过去就完了 然后下一场啊，下一场我们有好几种演法啊。这个下面的话，我们关中的场次接的话是接那个周瑜的那个大的那个作战啊，大场面。但是有的演法呢是把那个大的芦花荡、大回荆州加到后面了啊，就是用武生来演的啊。武生演周瑜呢，他跟小生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等一下，我看看这个。他跟这个小生这个演法呢是有略有区别，所以呢他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要注意一下他后面是怎么接戏，他戏是接的哪一出戏啊？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喂，哎，张师傅您讲，哎，您说，稍等一下啊，喂，张老师您稍等一下啊。喂，您讲，啊。
说是打月人不够，然后直接现在开个会也弄不成了，然后就说是要不行，那我还回去打工。马上张丽给你下来。那肯定张丽现在队长。张丽不愿意。愿意是不是张丽？那你打算我是啥意思？那就是那个记得。你说我们打的不来，然后完了也。那杨哥咋打的不来？不要来，不来嘛。然后你干啥活去？我不干啥，我不打仗。我这样。你不是说是觉得自己打？本来是从超市开始，然后黄金打回来了，黄金打回来了，其他不管。我二部他们休息一下，好再干一件。他们看能不能捡，如果捡不着，好再干一件。这就够用了。你打仗不省事儿吗？好，刚才接个电话，然后我们继续。然后下一场是这个周瑜的这个吊场啊，周瑜的这个做账呢，我刚说了一下，他有两种打法，他有的呢是这个，有的是这个用那个用武生演的话，他那个更复杂一些，他后面要加武戏啊。按照我们传统的套路来演的话，这个到这一场呢，就是还是正常的。发点啊，然后这个发点呢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我们一出大戏它有很多的那个调度的话呢，发点一般情况下一出大戏用一回啊，像定军山啊，第一场起来发点是曹操的啊，所以呢诸葛亮的定军山第一场是诸葛亮的发点，然后完了呢曹操上来就没发，那个夏侯渊他们就没有发点了。然后到了阳平关是第二出戏了，就是第二出戏了啊，跟前不是一出戏了。然后曹操的发点呢，刘备上来就大锣打上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你像好比说珠帘寨啊，第一场李克用上来是发点，然后呢后面呢到那个点兵，那个是那个二皇娘点兵就不能打发点了，就要打点将了啊，就打别的东西了啊。再比如说那个像作寨最早是没有发点的啊，然后从金少山开始改良了啊，打发点场面大一些，然后那个打发点以后呢，后面前面两九宫那个那就没有了啊，它等于就是这种套路性的东西啊，前面有发点的后面就没有，后面有了前面就没有，所以这个呢我们这出戏呢就到周瑜这儿就到武戏了，就有发点了。发点的打法是这样啊，就记得这个罗的问题啊，刚才我说换罗别宫这个那这一场也要用低音罗啊，到别宫这场低音罗用完以后呢，要到中间缓罗，还要再缓罗啊，逛在逛在逛来逛，才动起来不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才动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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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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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然后堂鼓更起来，是预备啊，在堂鼓上有个预备动作，逛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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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咚咚咚吧咚，不隆咚咚吧咚啊，不隆咚咚吧咚啊，有的人简化啊，咚咚咚吧咚。快点，然后正常速度是吧嗒吧嗒吧嗒，有这个在堂鼓上，咚咚咚咚，哒哒哒噔噔啊，噔噔啊，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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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按照旋律鼓套子去安排，噔咯咚咯咚，噔啦噔啦，第四级头，抬，正，正抬，正抬，正抬，也可以这么打啊，有的人搁前面，正抬，正抬，这也可以，要是气势更大点，角儿演的话，你搁后头啊。上台唱菜菜菜菜菜菜也可以啊，菜菜带逛去去去，还是大锣打上，带去唱去，他走把小锣留在他没走的时候，把大锣留在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啊，这是大锣打上的一个套路啊，要注意这个问题。在逛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再更才动起来。稍等一下啊，这个弄一下。好，我们继续啊。这会儿我也不知道卡不卡，我不知道网络，因为我这看不见，它这个不太好用，它这个功能。然后我们继续大锣打上啊，大锣打上就注意这个问题，把大锣放在他脚步上，把那个小锣放在他那个准备的时候。有的好多我们看电视啊，好多大锣打上是不是很严谨啊？他直接往前一迈步，把带啊唱菜菜菜，把带又一步。我全撂小锣上了就不好了啊，逛切切切切，踩二三四踩踩，逛切切都要放大锣上，逛踩蹬踩蹬踩踩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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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因为都这样，当逛踩逛切切切啊啊，他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的啊，要逛踩逛切切，要在这个位置逛踩。逛起起要单开一遍，踩踩吧踩踩，逛起踩，蹬踩蹬踩踩蹬踩蹬踩蹬踩，踩蹬踩蹬踩蹬踩，唱，来来正正，然后下面唱的是点将，这个周瑜点将呢有好多种唱法啊，传统的是传统的，然后那个叶派是叶派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是都叶派的听得多，但是他那个也是
那个什么的，也是改革过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它怎么唱法？啊，官当摇橹，诗鹦鹉啊，不报东吴，北临台是迟。藏，他有的可能唱群会那个拿过来的啊。山上堵八堵逛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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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这个打法叫刘莫罗啊，我们上昨天说过，逛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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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逮啊，他自己打逮咚咚糖果咚噔咚噔咚咚噔啦嗦咚咚哆啦嗦咪嗦来咪嗦咪嗦啦噔。哒啷个啷哒啷个一个啷哒啷哒啷个啷哒啷啷的嘟嘟嘟嘟啊哒一哒哒藏，他这边一看，这边一看啊，嘟啷啷的嘟长，啷啷的啷的啷啷啷的啷啷的，转身大大藏走，逛逛逛逛拢逛一拢逛，啷啷的啷啷的啷的啷当啷个啷。当啷当滴当滴当个里个咚个咚啊，他收头啊，就是注意这几个啊。群会是这个是这个，刚才我说过点将那个是，就是他用的是群会那个，有叶派的有那么用的吗？群会得拿这边用的啊，也有这个后来有叶，从叶少兰开始，从叶盛兰开始，我不知道有没有啊，这没注意过，还就开始有这么用的啊，这个也是一点。然后呢，往下啊，啷个啷个咚，这种呢，吹这个水龙吟啊，我们叫大开门，我们就不打归位了啊。要有的新编的有什么呢，还要打个归位，或者有动作的特殊的，我们正常的来讲，我们就不打归位了。啷个啷个咚，他直接念啊，为将须应好第二句，抬把抬啊，两两两啊，立呀流于呀操。带将带将本都唱，姓周名羽，字公阿金。你看，字公阿金，别着急，放到这儿。公阿金这台带将台唱，哎，这就坐下来了。奉命镇搜柴场，如何如何？这场就是鲁肃闯帐是个主要的啊。荆州岂不唾手可而得？要慢一点，他要掏铃子啊。逮恐旷慢教头，才才才才才才正正才把正。这个教头，他这个哈哈哈哈三笑。这个周瑜的三笑，我们一定要给他打的稍微要又慢又响又火爆一点，就显得他这个气势啊，气质嚣张气焰，我们要给他打出来啊。荆州岂不唾手而得？逮恐旷柴柴柴柴柴柴正啊正啊柴把正啊。哎，那他把尾巴正了嘛，正了尾巴，哎，大坑，这个也可以啊，就加点点子也可以。大大大把正正，哎，更，哈哈，哎，把正才放慢一点，唱啊正，哎，正才正才更才正才正才才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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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正才正，收住，刘备呀，刘备，今番你中我之计也到。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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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快冲动啊！逛来狂，今又刘备逃往荆州去了。哦，唱那刘备他逃往荆州去了嘛？是，唱这个要注意啊！他有的人是这么打的，有的他有的演员不要，那我就不要给他打啊。然后呢，这是特殊的地方。众将军帐来也，都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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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参见都督有火柴钱。然后就是今有打刘备，协同军师逃回荆州，命你等啊，点动人马追赶刘备，去者得令。大大唐，
这个八大仓不是打他那四个靠将入动作的，我们要注意，他是跟着我们走的，他是跟着鼓的速度走的。这个八大仓主要是为了鲁肃出来叫板用的，所以这个八大仓我们要打响一点啊，要把这个打出来啊。追赶刘备去于车，得令，疼，慢慢慢痛，再蹦忙再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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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滴拉根儿咚啊，这个点子叫快扭丝切柱再亮弦，然后开残板啊。再蹦狼才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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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长啊，就竖过来了啊，这手就这么支过来啊，或者蹦才长也可打得顺的也可以这么打啊，蹦才长滴拉根儿再蹦才再蹦才吭，这个风险都不要太慢啊，再蹦来再蹦才吭。明明之意到刘备奏，拉奏尔仓。马派的这一段呢，他这个过门和这个锣鼓都是比较鼓，包括鼓的打法是贴好的，人家设计好的，所以的话，他这是有准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直到刘备奏，拉奏当当，嘟嘟嘟嘟，做对头，西拉根仓。凡事我不当里个拉个弄个啷个当啷啊，当这一拉哆来咪发，他这个过门是垫好的，是西猫啊猫啊，藏西打的在正在正在在炕，他有的有这个当打个弄，有的没有啊。铁马保长头，凤凰台，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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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更地打个啷个里个当，见了都督是从头，哎，空旷台台台台台，杠杠领航，这个就这个速度啊，空旷台台台台台台台，杠杠领航啊。那刘备回援荆州，乃是正理，因为将他赶去，失火已也。哼。将他刘备赶回，秋思东吴。哎呀，使不得呀！啊，这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到那个地方，对吧？就是多么慢说是刘备，就是那张飞，他也是愿意来。这个四边啊，他也是愿意来的呀。这个周瑜就比较气愤了，所以我们这个四边，尤其他那个大段念白，大段念白完了以后，我们这四边我要打响一点。要不然就接不住了，我们这很水，这么打就不合适了啊，就要使点劲儿啊。就是那张飞，他也是愿意来呀。正定将他赶回，秋思东吴，他拍那个啊，太后未必依你，吾后所知，荆州兴兵前来，本督抵挡。哎呀，我怕呀，那孔明的诡计是厉害的呀。然后周瑜的动作，大唐。这个嘟也是要非常的响，然后下来，摁住，大咣啊！大夫，你特怕那孔明了？他就那孔明他会有什么计策？哼，藏啊！鲁肃这个哼，藏啊！你忘坏了，当年国的将来都要断这。将军战死荆州，哒哒哒哒哒哒，这不是从这个四边鲁肃的这个大段念白呢？我们四边从哪套？就从这个地方套啊。他就是这样抽取渔翁之利，几乎将你气死。难道这不是孔明的一计吗？再来一个。他一般情况下这个是两个，就是前面。鲁肃这个一个，然后蹦登仓就周瑜这个嘟，他又有一个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起死我也，腾啊，这个要打住，起死我也，腾，这要出来，不要生气，那生气的日子嘛，还在后头呢。你看我们这嘚儿啊，就要跟他这个语气要套到一块儿，生气的日子啊，还在后头呢。正
缓下来，大夫，你要少管我的闲事啊！哪管我说的老实话呀！唐周瑜这个啪，唐卢大夫吃醉了，中军有吃账去吧，反倒我吃醉呀！朕那是得共才壮才唱啊！这个正式出门马派这个是有这个动作的啊，这个一定要打跟他打合适啊！汝今不听我言语，来日方知后悔期。过来！更才藏啊！众将官就送下来了。枪，命你将刘备赶回，不得有我得令。更才！抗众将官。况本督追杀，就四个将先下，然后周瑜再来一番追杀刘备、屈余哲啊。得共且且且且且得共且共且共且共，这个地方有吹牌子有不吹牌子啊，这个无所谓，看个人的这个套路使用的版本啊，这个没有什么很严格的说法，但是有的时候要有牌子的啊。然后吹牌子啊，得刘备屈余哲啊，共且，这个叫小猪奴啊，这个曲牌叫这个小猪奴呢，就一般用于这个发兵的调度的场合啊，就刚好用到这比较合适，这个就是这一场的情况啊。然后下一场是刘备，这有一个过场了啊，跟四个将有一个过场啊。共且正才藏躲八拉，这个纽斯就是跟前面要接紧点啊。正才藏躲八拉，正狼才来扛，啊，催马加鞭磨，直满藏着就不追磨还，不隆咚咚咚咚咚咚。堂鼓啊，堂鼓一般就是用于这个兵要出来之前，我为了给信号啊，要加效果打堂鼓，不隆咚咚咚咚。当，刘备哪里一走？当啊！你四人赶来，左山风了，都督之兵，救皇军，军主国军都。当，一派胡言。这个五锤就稍微紧点，他是没有动作，这就等着快点念完啊！啊，感谢啊！然后呢，五锤。更才更，就这个速度可以。大家只是对皇上说你再三阻拦的惧怕周瑜，难道我就不杀你赵云才藏，或者赵云才藏，或者再跟藏一块下，他要有动作就下外面，没动作就下里面，这个是很正常的。赵云才，他有的时候跟罗一块走，与我知之领之啊。郎才，他肯定要叫板啊！郑郎才，邓才，里个里个的能啊！两二兵多不敢战，啊！太后旨意谁敢拦？啊！宫中家房天坛，在郑郎才来，郑郎才，把郑郎才。刘备这一块要唱大腔，所以我们的纽斯呢前面快，最后收住的时候要稍微慢一点啊！郑郎起来，你郭老爷要走，你们谁敢拦？大堂，过来，空旷才，哈哈，还赵云呢，杠杠领扛，正才扛，啊哈哈，大堂，八台正才，他这个赵云有司机头的啊，然后八子龙才正，这个是什么呀？他要是有司机头，就是急急风下，他不打司机头，有的蹦蹬藏蹦子龙逛来逛，他不走司机头的，我们就快胜头给他打下。更才康，宝玉都督知道，逛去，这场就完了。
它这个基本上这一场大多数情况都差不多啊，演法都是一样的，啊，演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最后赵云这个走不走四级头的这个问题啊，要有走四级头呢，我们打个积极分给他打下去，要不能看看才把杠才藏，把赌注逛来逛来逛，这就虎头蛇尾啊。四级头都打了，那就打一个积极分下去，他又没有那个蹦蹬藏，然后我们就快中头下，然后鲍鱼都知道，咣切切切切切切。然后这一场完了，周瑜有个过场啊，况且且别且更且更且更且且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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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
更宅更宅宅，我直接就掰几句风了，更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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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更更更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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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这个杠杠领杠都是已经二龙出水啊，或者两边已经都开打了才打这个，像过场不宜使用。但是有的为了火爆一点呢，也可以打。现在倒是允许这样啊。来，正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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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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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然后龙套，噔噔噔噔噔噔，周瑜出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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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一个正正开，正开，唐白啊。出来了，周瑜出来了，单亮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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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周瑜这个单亮完了，然后这边四个当当当当当，丁奉徐正再过来，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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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上面一个上，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叫两望门，两望门用到这个地方打一遍就可以了。两望门这个作用呢，就是给他简略就代替了给他汇报这个事儿，上一场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锣鼓有这种省略的作用啊。省略这个剧情的作用啊，当当当当当，然后把那枪一举，刚才一个仓龙仓龙仓一龙仓就过场了，然后就追就下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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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越少了我们再长吊门，就台上就一个角儿了我们就火点儿。像这龙套过场啊超下场啊这种的插队儿啊啊这种我们就越就轻松一点。当一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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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要亮个相，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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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刚才一个正正台正台冲啊，他这个是很简略的一种枪下场，点是这么个点，但是我们不用打得很火爆，他也没什么大动作。正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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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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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把枪的枪开大，这个刀板就要紧凑一点。里个啦啦啦个里哒哒哒，这种带嘟了，唱嘟才来，你怎么给他打紧凑一点呢？就是唱嘟来来，那个唱嘟来来，那个嘟接紧一点，他就哎下手活他自然就快了。如果唱来来，这就慢了。唱来来，他就接紧点，哒哒不唱嘟来来，唱嘟来来，唱嘟来来。这个嘟和唱连紧点，它就显得快啊，它下手活盯着它也就快啊。
来个胖儿，来来胖胖台，你啊你个大字儿啊，心急忙忙不出院呐。蔡赵云亮柱唐，然后接锦锤，抬正抬抬正，这个锦锤全头子，你得看着他们人物的这个亮相走啊。唱抬抬更抬的更抬的更抬的更抬更抬更，正正正正正正正打本本逛着逛逛啊。这个叫编辫子啊，这三个人跑车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很熟悉了。这个剧情大家都很熟悉的啊，编辫子就唱快板，然后一直到唱完啊，噔噔噔噔噔一个噔个噔个里个噔，啊嘟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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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兵将找拉西达尼，这还不太一样这个词儿哈。我这个剧本跟现在流行的唱法还不是很一样啊，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啊，当当当当，里个里个啷个当个当个当当当当当，大里个大，嗯大，哎啊，这个吉吉风呢叫嘟台，它直接开的吉吉风啊。如果是前面有唱腔，你像拿四边套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要还是要单开，你不能直接嘟，然后打很长。哎，这样不行啊，这样是不行的啊，这样的下手活一般都贼不住了啊。啊拉发堵，哎，或者堵，来再来，来啊，要单走一遍才行啊。啊，这就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我眼睛不太好，我看不太清楚。啊，谢谢郭老师哈、啊。哎，然后完了。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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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周瑜他们就上来，将将将将将才强，拿一头，噌缓下来，周瑜刚来左身啊，就到这一点了。都得更才更才强啊，孙尚香这个都还是这个武锤啊，得更才更才强，你是神灯披拂离间兄妹，赵云在堂，风不厚宝剑与我战。蹦王台，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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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台蹦啊！圈地二灯免交战，藏啊！三尺龙泉血未干，好像有这个是吧？圈地二灯免交战，偏架还治疗。蹦王台，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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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台蹦，哪个里个大字儿啊？本帅真的手拆三关，这是叶派的词儿哈。啊，要想逃走难上难，治疗。哎正哎哎正哎哎哎正，孙尚香的这个凤剪头不能像前面快扭子一样很快了啊。哎正哎哎正哎哎哎正，赵云看见这个恐慌，有的有恐慌有的没恐慌啊，这分清楚，将他斩坑逮正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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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把更更更领坑，这叫快扫头。最后一句就不唱了啊，这是个上句啊，我们要把上句扫掉啊。将他斩，坑呆，哒哒哒，坑呆，更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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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更更更领杠，呆正正正正更呆杠。他们架枪的时候是乱锤啊，呆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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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更更领杠，正正正正更呆杠，正正正正更呆杠。等他们都走完了，就剩赵云和周瑜了。正正正正更腿更正太强啊，大大把正正领枪领枪领枪，这个是叫一扯两扯，就是唱唱领唱，这是软司机。第一遍是大大把唱唱领唱啊，换一个大把大把拢矿拢矿啊，拢矿一矿，这是第二遍呢，这个叫一扯两扯啊。正正领扛领扛领扛，哎正正正正正，赵云再走个四级头，得正正才正才正，吉吉风正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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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集气风打短一点，赵云下场，然后我们这个鼓点呢不要打太多了啊，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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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打这个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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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他下了活他就不敢打太长，他就知道我可能要有变化啊，我在等他，不是他在等我，所以呢我们不敢哒吧一巴拉，哒吧拉吧哒吧一巴拉，我说你打的越滑他也越滑，那就他这个太短了。动了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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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在疼疼疼疼啊！周瑜这个有这个啊。现在呢，周瑜不念词儿了，老的是周瑜这个后面还要念词儿啊，念完词儿了才有。然后现在呢，就是周瑜这直接嘟了藏嘟了藏藏追，哎，然后再来就直接追，就急风就过去了啊。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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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然后从这儿的下一场，这急急风下一场什么就芦花荡了啊，这个就是我叫芦花荡，但是昆曲那个有正儿八经的芦花荡啊，所以呢，它这个京剧的这个芦花荡呢，就是一个场次啊，我们呢就要注意啊，从这个追这个台开始往后面这个急急风缓锣，它因为它空场，我们不需要摆景。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马上把这个锣要打气氛打起来，给张飞出来要做铺垫了啊！就是因为张飞这是后半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儿啊，所以这个人物出不来就不好办啊。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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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吧抖抖上降降，这是急急风的又一种开法啊，就套用流快流水的开法，哒吧抖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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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我们先切，然后呢后台嘿，哒吧抖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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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急急风的速度就要非常快了啊，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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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正正台正台啊，他这个四级头呢不用打太慢啊。因为他本来张飞都是冲出来的，他没什么动作，而且头一锣还让过去了，他头一锣是不会出来的啊，他第二锣头一锣一完他才往出跑，第二锣才出来，所以呢我们这四级头不用太慢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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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场合大的演员，你包括大锣打仗，他为什么这样呢？唱都是还得把唱唱，他要把脸挡着呢。这老的要一直挡脸，一直挡脸，挡到他出来为止，就跟这个是一样的。这样才把将才，咣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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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把这个脸拿下来，才把再切切切，咣切才正才正才正才才才正才才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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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逛切切切切切切切啊！这一套呢，我们现在叫走边啊。这个走边呢，这个东西大同小异啊，也有一定套路。但是呢，每个人走的比起霸和起霸来相比的话，就刚才那个赵云那个，刚才我打了一遍，就是标准的这个单人整霸。但是他这个走边呢，就是各有各的走法了。走边的灵活性要比起霸要更大一些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回头我们排这种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是根据哪个路数来的，你是根据什么流派的啊，要把这搞清楚啊，把锣鼓点儿搞清楚，不能说跟这个打的再套到那个上面，跟那个套那个上面，有的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啊，更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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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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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切切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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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长得蹭蹭蹭蹭，他有的就有这个哎啊，八堵逛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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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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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逛切切切切切才才逛切才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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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逛切切切切切，然后就那个逛才逛才逛才才，这点儿就很有意思啊，要注意啊，
逛去去去去去，把贼去去，然后起范儿，要起个范儿，蹬去，他那个叫大招掐音儿，蹬去啊，掐住的，他不是放音的，蹬去，然后等他动作，把贼去，哎，把贼，蹬去，哎，蹬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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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遍就是这么一套东西。这个里头最特殊的就是那个圆场，圆场要掐音儿啊，这是配合他那个身段，逛起来不起来得逛起来，逛起来逛起来得逛，他有这个东西在里头，我们要打上就行了。其他的不存在什么问题啊，跟起霸比较类似啊。啪藏，逛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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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这个草笠、芒鞋、渔服装啊，它这一套念法也是每个流派都不尽相同啊，它这个灵活性更大，有的是这么打的，有的那么打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吃准啊。草笠、烫、芒鞋、长，有的这下有的这样就没有了。渔服装，抬啊抬，大梧桐，长，缓言，气宣昂。抬林抬，上下这都是抬吧抬抬林抬，有的这句打个唱抬唱，我觉得不合适啊。这个你中间念对分句都是小锣分句，你前面动作是大锣啊啊。胯下千里无坠马仗啊八，砰啊仗啊八大大，咣切切切切切切，这是这么打的啊，这就是直接给他扔了啊，仗啊八。大，咣切切切切，他比划那个啊，咣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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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掐音儿，咣切切切，咣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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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蛇苗藏，或者打响的蛇苗藏，打到他那个蛇毛上，蛇苗藏，是五我双大巴的更领财咱藏。啊，套到里头念，张一德对不逛台凳啊，这是基本上是他这一段这个定场诗是这个套路啊。知音大哥，你这块有个这个啊，你大哥有个藏啊，这个地方有一锣，然后后面然后就叫的三军的的三军的藏鱼咱妈来扛，这个有的是嘟嘟啦啦藏，有的不要这个啊，鱼咱妈来藏妈来藏。马来呀，啊，这就这么开，降降降降降是这么接。有的人这点是鱼咱马来藏马来藏马来呀，哎，也可以啊，这都有啊。哎，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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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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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正财正来财正能能与财正理财财矿逛浪浪浪浪浪浪打那个堂鼓的边儿啊，我再来一遍，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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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财堂财正财正来财正能能与财正理财财矿，这个有半拉的也行，你要打不他上的慢打全的也可以啊。正财正来财正来财财正来财正能能与财更可以来看，咣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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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前游长江，咣啷啷啷啷啷啷啷，哎，孔胖，哎呀，死地，正正领航，这教头还是中快速度，也不要太快啊。前游追兵，后游追兵，这日火是好，大一臣看来还打边儿，堂鼓边儿，咣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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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打边上，就代表水声，咣啷啷啷啷，啊，知公，那旁有一渔船，换他过来，开船来。逮灵台，诸葛亮这个上场呢，
抽的我们打的尽量节约一点啊，不要打太长。大的以八亿临台就可以了啊。带临台临台临台个临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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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一，台当啷个当个啷个里个当个里个当，迎接主公到江边。这个时候赶紧，他唱两句，我们要赶紧放板了啊，因为后面马上要换双手。啊，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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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职工，打不打了？到江边搭了浮舟。哎，别着急，逛切切切，他有动作啊。这个时候呢，刘备要赶紧上船，然后公主过来，逛切切切啊。所以我们这个搭了浮舟，哎，别着急，逛切切切，看着他走，切切切切切，把贼切切切，慢点儿。等着青衣把那个把呆把这小罗打完，等着第三下，等着青衣往上场门还要回冲里头，逛切切切呆切切切逛切切切切，然后刘备作揖啊，逛切切切把呆切要转，逛切逛切逛切切逛切，然后上船的时候锣鼓逛切逛切，我们这个古诗啊。在堂鼓上看着他上船的时候，哐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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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我们要打个效果啊，咚咚咚咚咚咚咚，逛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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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诸葛亮迎接主公，哎呀，先生呐，啊，这个地方就合成一摞了啊，不要两摞，你弄得好些呐，啊，这弦中有喜崔州啊，凤凰飞来，张飞上场了，这个崔州啊。我们叫套丝边，然后打的稍微再硬派一点啊！崔州啊，凤凰台来更昂，比来的更昂，来不更昂台，更昂台来更。这个地方就顺着走啊，不要太慢啊，就是不要太钝。万里长江翻波浪，趟大波，趟台来更台来更，抬头只见我大雄王。共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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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的唐古。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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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等他上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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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啊！共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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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啊！我们接驾的人儿都，迎亲的人儿都来了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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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这个时候我们就休息了。他中间张飞一个人来回念啊，念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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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一单，看那那那那那那啊！哈哈哈哈哈！他只要一笑，擦，给他来一下就对了啊！因为。一到后面，参见新嫂嫂啊，小弟张飞参见新嫂嫂，三弟免礼。然后张飞学啊，三弟免礼，不隆咚咚咚咚，这个地方下堂鼓啊，三弟免礼，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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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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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菜扛。他打这个堂鼓就意思追兵来了啊，在他笑的时候起堂鼓，以德听令，来藏，明天才能上战场，藏。藏高声尖叫，藏让让让天下，藏裴老夫，这就是在念白里，张飞扎扎扎，我们就藏藏藏啊啊！鸣笛在长，鸣笛站在高坡之上，藏大声尖叫，藏忠良将，藏藏藏，大刘不中，哎，噔噔噔啊，又是急急风啊！这个还是你这个时候，这个就咱有多大劲儿，你可以打多大劲儿了啊！这个时候就别收着了啊！就是鸣笛站在高坡上，扛，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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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然后这个时候齐尾生，有的老的版本演的后面还有场次啊，还有怎么跟周瑜怎么一见面，还要张飞和周瑜还怎么的一下啊，但是我们现在就不演了，后面就是有一些念白和武戏就没有什么唱了，也很快。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你，我们现在的演法演到这儿，就是张飞下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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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动拆啊，放音儿。这个我要说一下，我们不要有一种误解，就是那个急急风打特别快的时候，一收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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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动，我们就打死了。其实不是这样啊，我要收的慢的还要放音儿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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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拆，当还要放音儿啊。刘备吩咐崔州，崔州，嘚儿，
唐才唐当得麒麟搭，这个尾声就这个速度啊，不要打快了啊，这个尾声快了反而不好，而且是这种戏啊，还是打这个尾声啊，不要打那个大尾声啊，那个是狂才狂个浪当起当里当康，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还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还是慢的打一个就正常的这种短的尾声就够了啊。我继续说啊，然后吩咐催奏，得唐才唐浪得麒麟搭，唐浪才一带矿，带矿才矿来矿才不才啊，唐二郎才一带矿，嘟哇啦带矿带矿，尾声后面还要打一个圆场，他等他拉大幕啊。这个就矿二郎才一带矿，带逛才才才，这个我不还是这个戏啊，凡是所有的开锣缓锣开幕闭幕我们还是要分戏啊，像这种大戏的话就是人多的戏还是嘟啦啦带更带更，还要打个这个啊，矿二郎才一带矿，带矿来矿来矿才才，更才更才更才来才更，再更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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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他拉幕，共才共才共才，唱你心里要有个矿才空一下，唱啊，这样就更重一点啊，更舒服一点啊，大概就是这么速度啊。然后呢，我们这出戏呢，就两天时间啊，今天说了两个小时啊，昨天说了一个半小时，等于完完全全的把《龙凤呈祥》一出戏给从头到尾按照我们现在的版本捋了一遍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欢迎大家多那个批评指正啊，没有然后了啊，没有然后了，就是欢迎大家来批评指正啊，这是我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有些观点啊，包括有些打法啊，包括我刚说那个骨套子呀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不代表正确啊，哎，呵呵，然后不代表正确，然后呢就是仅供参考啊，欢迎大家批评啊，有什么意见啊欢迎提出来，欢迎共同探讨共同学习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也欢迎那个来提问啊，然后呢这个如果就是今后还想看其他戏的讲解，就是类似于这种思古的讲解，包括其他一些经典剧目的啊，有些细节上的打法，我们也可以再找机会我们再继续啊，继续来在这种形式再来讲。